每抽一张牌都是惊喜，把小朋友逗得哈哈大笑。趁着暑期开跑，正是培养亲子感情好时机。百货内、桌游、餐厅内充满孩童欢笑，不止提供场地，还有400款游戏任你挑。这里有很多桌游，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一起来玩。不止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，就连家长也被激起赤子之心，不再当个低头族。百货业者估计来店人次能借此提升1成多。可以不同年龄的，像这个大的7、8岁啊，小的4、5岁都可以玩。除了靠桌游吸引亲子客，另一间百货业者则是将摩天轮换新装。小朋友一进入摩天轮车厢，就看到早已在里头等着他的粉红佩佩猪，兴奋抱起玩偶拍照留念。里面的粉红猪小妹很可爱，我一直抱她，然后呢，姐姐就一直帮我拍照。除了座位上头都有放置佩佩猪玩偶外，就连摩天轮车厢上也彩绘出各种不同人物角色，就像佩佩猪和爸妈们陪着大小朋友一起看尽台北市街头美景。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来讲，上去一个新的体验。对不对？摩天轮大改装带动逛街民众成长大约10%，就连周边商品业绩也跟着增加3%。尽管没安排户外活动，但在百货公司吹冷气也能找到相同乐趣。记者张哲儒、谢伟台北报道。